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沈金九长老，在加州，在美国加州。我是已经退休了，可是我是要为上帝服务。我是要把这个圣经，这个神话传遍给每一位上帝的子女，因为我们不管是谁，不管你的情况、你的情形是怎样，上帝都认为你们也是上帝的子女，所以这个好消息。好消息要传，要传布啊，要这个布道是布道这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题还继续上去的，继续上去是说善恶是从哪里来？我们已经向大家分享说善恶是从从这个从天国啊，在天堂里面，上帝制造人类的时候，人类是属于善，属于善，因为那时候罪恶还没有发生，所以人类就是善，人类的品性、人类的性格是属于善。那罪恶发生了，人类就受欺骗了，受撒旦就魔鬼欺骗了，那罪恶也传到了，就好像传染病一样。那人类接到这个病态，这个罪恶的病态了，那人类就也变成罪恶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就变成一个罪人，那你们也许会辩驳说怎么是罪人呢？我看到某某先生、某某太太，他们都很好啊，怎么说？罪恶是在，有，他们是有罪恶，这个就是说，上次也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在你们的，在我们人类的眼光，在我们人类的眼光看起来说，某某先生、某某太太，是一个好人。可是实在上，如果是在神的眼光呢，在神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因为神的标准、神的水准和人类的水准不一样。在那个以赛亚，我要给你们读这个。以赛亚64，以赛亚64章，以赛亚六十四章第六节第六节，以赛亚第64章，
这边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意都像污秽，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就说我们人类啊，我们人类所有的义，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这边说所有的义，就是所有的好处、好行为啊，都算是污秽的衣服，就是不干净的衣服。那怎么说不干净？就是说心底下是不干净。哎，你也许会辩驳，说，哎，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呢。怎么你说我有不干净的心？我现在有很多例子要证明给你知道，要证明给你看，说这个神所讲的的确是真的，的确是对的很简单的举例子，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就常有自私的心，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许不觉得，也许不知道，说我们有自私的心，可是实际上是真的。圣经这么说说人类是有自私的心，那。自私的心就是从罪恶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有了罪恶，我们就有自私的心。那自私是怎么样呢？我们有好几个例子，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如果用心。得来看看，得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那实在是真的从小孩子是很明显的，小孩子是很自私有了玩具就不和别人分享，自己要自己的玩具。自己要做这个，就说不让别人来拿，就是要抢啊，什么都不准许。所以我们这个从小孩子生下来就有这么自私的心，那这些自私的心，那长大了还会有吗？还会的。这个自私的心是隐藏在我们心底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可是那什么时候才能证明我们有自私的心呢？这个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就是说事情有时候到迫切的时候，我们就。只要顾自己，只要顾照顾自己，这个是一般来说有很多人，我们说哦，他们这个人是很好的，他们的品格是非常好的，可是自私的心还在隐藏在他心底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是真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时期，就那个时期就日本侵略了中国，那控制了
中国各地各省，这个故事发生在山东，山东是在中国的北部。那他说，这个年轻的24岁的年轻男子到中国去当教师，教英语，做老师教英语。那时候日本侵略了，日本的政府就把外国人全部都招来，全部就外国人就从各地的到中国去谋取生活啊，做生意啊，做各种的事业啊，有传教士的就把他们就集中在这个叫做集中的地方，这个集中的地方，当然这个地方虽然不像那个监狱，可是呢，也差不多，就说有一栋房子，一栋建筑，那不是很大的建筑，那他们收集，他们就召集了差不多2000个外国到中国来的人，都要他们集中在一个，就等于集中营啊，就集中营在这边。那在这边人多，地方小，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自私的心就显露出来了，比如说，因为在这个集中营，要吃也吃的也不能吃多，住的地方也是一个很简陋、很小的一个地方，那还有等等的情形是不方便的，那么有一个时候，他们检查了，他们就有一个房间有11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房间是有9个人。那么争论这11个人这一个房间就争论辩驳，说应该要有要有，就是说公平要有公平。说我们为什么有11个人，他们有9个人，那把我们一个人送到他们那边去，不是平等吗？是这样。照理由来说，对了，是平等的。可是那他们那边有9个人，他们就说，他们说我们不要增加，就是增加了多一个人，我们也不要。我们如果他过来，我们就要把他送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的自私心就表示了出来，就是说，大家都要方便和舒服。如果太挤了，就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是显露了自私的心理就是这样自私的心很容易，不难，要觉察是不难的。自私的心发生在很多地方男女，就比如说青年男女，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点自私心都没有，都是要为了对方对方在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要为对都要好像是什么牺牲自己都可以就要要取得对方的满意，对方的快乐，所以就答应说你要什么我就可以找给你这样表示说没有自私的心其实那个自私的种子在心底里面还没有发芽，等到他们结婚了，是都变了，情形都变了，他那个这自私的心就显露出来了，很多坏的品格、坏的个性都表露出来了，所以一个年轻一对年轻和一对夫妻是不一样的，年轻夫妻的生活和年轻就是说爱情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私的心要显露出来，就是结婚之后还有这些是属于罪恶的，还有那个，叫做不正当，就是说爱欲有那个欲情，有那个欲情也是在心底里面，到还没有到时候就不会显露，到了时候就会显露，有很多很多，就是我要给你举一个很好笑、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时间，好几年以前了，在电视上播出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一直都记下来。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要测验说这个男人有那个，就是说有另外去爱，另外去喜欢，就是说，那个情欲有怎么样呢？那就要用这个电视的节目来讲给大家，来分享，和大家分享这个节目，就是说他们找了一对夫妇找了不是一对了，有一共七八对夫妇。那这七八对夫妇呢，结婚了好几十年了，他们的年纪大概在50岁以上。那他们从来还没有离过婚，就是说还是同一个男同一个女的夫妻这样好像看来。好像他们的爱情是很持久、很巩固，对不对？那他们就那这个电视台就把他们请过来，把他们请过来了，那也不给他们详细的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一开始，他们就把那个先生都坐在电视台的前面，坐在椅子就一排七八个先生，这些先生年纪都是50、60岁的，那还有就是说，把他太太
把他们的太太就送到一间房间，在楼上，在楼上，在那边有电视，有电视给他们看，要他们从电视那边看看说他的先生是怎样啊？这样，那当然了，也没有和太太说，也没有和太太讲说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么这样呢？这样的安排好了，那就他们电视台方面就把一个女人送出来，给这个女人走了，经过这个男人的前面走了过去开始就是这些男人都好像没有注意啊。没有注意去看，这个女人走过来，那么过去了第二个女人，第二个女人是身材很好看，长得很美丽，穿衣服也是很可爱的，那就把这个第二个女人送过来，送过来了，这时候这些男为这些先生们就注意到了，注意到了就眼光也稍微看了，稍微观察了，那这个女人就走过去了，走过去那第三个女人，第三个女人这是才有意义的，才有意思的。这个第三个女人现在，她的服装、她的衣服就不像那两位了。这第三个是穿游泳衣呀、游泳衣就是说两块是吗？上下两块，这个叫做比基尼。那穿了两块就走过来，那走过来这个时候各位先生们就很注意了，就每一个人都转了头去，从开始去看，那位女人，一直到从左边又转到右边，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位穿得很少的女人。走过去，那后来，就后来太太就下来了，太太就觉得也不相信，如果不亲自不亲眼看到，就不相信说她的先生也有这种情欲，有这种情欲是这样。那么这个节目呢，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表示说我们情欲都有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这些情欲是罪恶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恶的。我要再给你们读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说，就是在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说，什么，什么是，不是说表面的显露，是心底里面的显露才算是罪恶所以这个罗马第三章23节，我给你们读一下罗马。第三章23节。
罗马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第三章二十三节，我要打开给你读一下。第三章二十三节，这边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世人是每一个人，所以不管你怎么说，在我们心底里面是罪恶，是亏缺，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证明，来证明说每一个人心底里面是有罪恶。那么我们还有就是说贪叫做贪心啊，叫做贪心，这个贪心也是一个罪恶，也是一个在心底里面藏在我们心底里面。这个贪心啊，这个我们也许不承认，不承认说我们会有这个贪心啊，可是实际上是真的有这个贪心啊。贪心啊，我要和大家认错，说我过去我也有这个贪心，当然现在也有，现在还是有，可是呢现在可以控制。过去的贪心是不能控制，我看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贪心。你总是觉得不够，有了五块钱，有了五百块就要一千块，有了一千块就要一万块。这个贪心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也是有，所以这个属于罪恶，贪心是罪恶的。你们大概也有经验，听听看，有很多有财有钱财还是不足够，没有满意，没有足够的时候，一直都还要想想要更多，想要更多。这也是一个罪恶，是藏在我们心底里面，叫贪心啊。举一个例子，我过去去我们去买卖，去买东西，去买衣服啊，什么也好啊，常常不是会有打折吗？减价。那我有去选。选了，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可是价钱没有打折，没有那么便宜，那么就在临近就看看了有那个价钱便宜的打折的，就把他那个牌子，那个价钱的那个牌子就相交了，就把那个便宜的就放到我喜欢的这一件，就把那个贵的就另外交换了。这样当然这也算是偷，小偷，偷劫，那也是贪心，因为贪心就要偷，所以这个偷东西啊，这个心理也是在我们心里面啊，就贪心和小偷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拒绝，不能拒绝说我们人性是有罪恶，我们人性是有自私心，我们人性是有贪心，我们人性是有情欲啊，我们人性还有种种都是可以证明了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是
心地，心地不纯净、不纯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是第一步，我们要先认罪，认罪说我们实在是有罪而。那第二步呢？我们当然我们是没办法把这个罪恶取消，没有办法把这个罪恶的这个个性丢掉，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只有上帝是创造我们，就好比那个汽车公司，如果汽车公司哪一家的公司制造了哪一部汽车，那家公司制造的就懂得细节，这部车子的细节，如果车子发生了毛病，那家公司就知道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就是同一个道理，同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有了问题，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需要上帝，上帝是创造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问题是在哪里，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变成了一个纯洁的人。那怎么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呢？在圣经里边有说，上帝要换了心，把我们的心是硬的，好像是石头啊。把我们的心变了，把我们的心就好像开刀，又换了一个新的心，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新人。那在这个约翰福音，我给你们读一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三节，这边第三章第三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那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就不是说你要到母亲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不是那个意思，重生就是说，要改变，要把你的心要换了心，那神是可以给你换了一个心脏，一个心新的心，重生就是说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因为。这个罪恶是没有办法把它去掉，可是心底里面要给上帝来重新开始，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上帝的话，要跟着上帝，上帝说你要重生。重生，那重生就是像主耶稣，主耶稣
主耶稣要所谓洗礼，洗礼就要浸到水底里面，就这样的话，给水把过去的人就洗掉，洗掉干干净净，一定要重生。如果不重生的话，我们还是旧的，还是旧的，那些罪恶在我们心底里面还是没有办法丢掉，所以重生是很重要啊。那如果我们重生了，我们就可以我们的心就会按照上帝的指示我要把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时间在出埃及。在出埃及20章，如果我们不重生的话，我们就不会，就没有办法按照神说的指示，神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世界，般世界，就是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会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神要提醒。要提醒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埃及那边神领出来。那么这些时间呢，就是如果我们重生了，我们也会按照这个时节去生活。那这样就算作我们重生的结果。当然，这个时节是一个规条，一个立法。那我们重生，我们就明白神的立法是要以爱的心，要以爱的心来遵守。如果不以爱的心遵守，那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我们为了其他理由来遵守的话，我们就遵守不了，遵守不了，就变成一个负担。可是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就明白说，神是要因为神的爱，我们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要重生，给神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可是呢，我要再重给你们提醒，就说要你们明白，也要你们认错。就说承认说我们人类是有罪恶因为我们生出来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是有罪恶在我们的血统。那我们有罪恶了，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要辩驳说怎么呢会有罪恶呢？我们都行善，我们都做各种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犯过法律遵从是一个
很好公民啊，就比喻说，可是呢，就说啊，我们人类是看表面，我们的观点和神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神是看得很深，看到心底里面，说，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恶。那这个罪恶呢，有些罪恶是没有那么通常显露出来，可是这个罪恶是藏在心底里面，是要到一个迫切的时间，到一个紧急的时间，到一个不得已的时间就显露出来。我给你们举了几个例子，就自私贪心，还有情欲，有情欲，这些例子都是没有哪一个可以说不是，都会承认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说，我们心底里面实实在在就有这样的这样的心，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心奉献给主，就给主帮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心。我们有新的心了，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作为啊，都是单纯都是神的的旨愿，所以这个是很实实在在，这个理由是非常好的理由，就是因为是很都是真理，都是真理，所以证明了这些真理给你们听，那你们就要想想看，你们应该要归谁，要随从主耶稣的路走因为只有主耶稣的路才会给我们的希望。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就是我们存活生存就到一个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去，那死去就是我们生活的终点，也结束了这个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随从主上帝随从主耶稣的步伐去走，那他说，主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那条路，我是生命我们需要那条路，需要真理，也需要永恒的生活生命这个是比这个是很有意义，生活有了希望，生活有了希望如果我们不选要信主耶稣的话，我们生活就没有希望，我们的生活就有终结。可是信了主耶稣，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延长，虽然我们死去了主耶稣答应说他要再回来把我们接到天堂去，在天堂那就得到永生那谁你们
我看每一个人都要延长自己的生命那么如果你要延长你的生命，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就神给你建议说你到我这边来，我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愿望要延长。那我们通常在世间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有谁卖了药，卖了说你吃了这种药，就会延长你的生命多几年，大家都抢着买大家都抢着买，大家都一直一直的寻找这个永恒有什么方法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可是呢，要花很多的钱，有的人要花很多的钱去各地方去找这个这个延长生命就是延长多几年，我们也很甘愿情愿花了多少钱，我们也情愿。可是呢，要照神的神话来说，我们不需要花一笔钱，不需要花什么钱，只是接受信了神，信了神，那我们永恒的生命就能够得到，只靠信了神，信了主耶稣所以这个是我算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说你谁不管你现在目前的生活情况是如何，你还是有一份这个主上帝所提议的、所建立的，就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在神的眼睛是大家都是他的子女，所以不管你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如何，你还是神的子女，只要靠你的信，靠你的信，这样永生就能够，你就能够得到，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此为止，下次我就要跟你们谈到重生，怎么样重生呢？要详细的给你们讲解一下。好，现在今天就时间就到了，谢谢你们的观众关注，再见。